世界没有你，如果他还没有听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总寥寥无几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斗转星移，因为你这几晚一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，一长一短一平一那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，这一悲一喜一醉一醒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高山流水，宁静澎湃，都是恩情。师尊对弟子的爱护，弟子一时披肝沥胆，报答师恩，已百死不悔。你我师徒之间，无需说这个。现在不说，弟子怕是之后没有机会再说。九成，你要干什么？傅凌渊的事，弟子已经知晓。你想干什么？不能做傻事。师尊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本来就是天经地义。更何况弟子身为战神，除魔卫道，守护苍生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为师还没死呢，这种事情轮不到你。师尊，你自然不能死，你还要帮云峰主办婚事，你还要教导他的孩子。云峰那种性子，要是没有了我，没有了师尊，准会闹出大事的。九成，你不要胡闹，你还有大好的时光，你与灵犀就要成亲了，以后还有自己的孩子，你有机会走不一样的仙路，听师父的话，别胡闹。山林族国师锦修尚逃亡在外，这次幽冥之门的开启乃是他所为，但时不我待，弟子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还望师尊多多留意，及早提防。还有灵犀，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放不下的人，还望师尊多多看护他，别让人欺负了他。九成，九成，弟子这便走了，还望师尊珍重自己，欢喜随心。师尊大恩，九成来世再报。九成，九成，回来！我只不过去傅凌渊镇魔，又不是真的死了，哭什么？只痛不过生死，只怨不过阴阳。你有真怨敌，与阴阳永隔有什么区别？
自你被石封之后，青瑶衣冠悲痛欲绝，终日在紫午崖上陪伴。待你恢复身份之后，记得娶人家，别辜负他。走了。师兄，不用送了。繁星也含蓄，爱
还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会。近日不知为何，我噩梦不断，心绪不宁，坐立难安。多日未曾见你，安否？安否？住，不好了，云峰上神的石像碎了。怎会这样？我师姐呢？已经派人去通知了。怎么了，于峰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于峰，于峰，他不是上神吗？他怎么会死？哎呀，青瑶仙子，我们也并不知情啊。于峰，此事这……于峰，师姐，我不行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他不是上神，他怎么会死啊？师姐，我不信，于峰，于峰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于峰，我不信。我不信。云峰真的死于雷行吗？他毕竟是上神，怎么就……会不会是被人所害？这是九神知道吗？是十三通知我的，神尊应该知道的。那怎么不见他了？姐怎么样？九神呢？应该在浮云殿中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竟然不出面。小仙不知。那我亲自去问他，你照顾好师姐，我去取就来。嗯，云峰上神真的死了？是。怎么可能呢？神尊在里边一直没出来啊。哎，怕是出什么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灵犀，你别激动，神尊定然是有要事缠身，否则他不会置之不理的。或者他在闭关苦修，他在想救出云峰上神的方法。九尘，灵犀，灵犀，灵犀。九尘，你出来。灵犀，神尊可能……灵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跟神尊吵架了？你吵架了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再说了，你动手你也打不过他。哎呀，你消消气呀，灵犀。九尘，你今日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要什么交代？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清楚，无非良人实难相配，
亲本家人莫误此生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清楚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危险的事？可是与今日云峰之事有关。秋晨，你与我说过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我如今已经不是当初的桃林小仙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可以与你一起面对。你若是有什么苦衷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？我没什么苦衷。那是为什么？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李希，当年你在凡间，本尊曾亲自下凡渡你一世情劫，助你登上上神之位。而对本尊而言，你也是本尊的劫。如今本尊尘缘已断，劫难已消，即日起就要闭关休息，参悟这天地大道。儿女私情已经不在本尊的心中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那是你的事。李希，缘聚缘散皆有命数，你莫要强求才是。九成，你开门啊！九成，九成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开开门好不好？你开门啊，九晨！你是遇到难事了，对不对？很危险，很棘手，连你都感到束手无策了，对吗？九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如今也是上神了，有什么事是不能我们一起解决的呢？对不对？九晨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九晨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这样，
林心，林心，林心，已经过了几日了？已经过了16日了。神尊还在里面，没出来。秋晨，我要走了。我知道你是遇到难题了，你不愿告诉我。那好，我就不逼问你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我们已经交换了婚书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赖不掉。你不许反悔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许丢下我。林心，林心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林心。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我，师姐，你别这样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我一直冷落他，一直都不搭理他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一定很怨恨我，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。让我永远都记住他，对吗？师姐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
费力气了。神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你不会置六界苍生于不顾。你终于抛弃了灵犀，在这样的地方有你陪着我，云通心里欢喜得很。是你所为？是我，都是我。你们抽了我的仙骨，将我发配至穷荒之地，我却依然有办法搅得你们鸡犬不宁。神尊，袁童是不是很厉害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世间的力量又不只是修仙一途，魔的力量也很强大。你已然入魔。神尊，神尊，你别生气，我没有想过要害你的，从始至终我都只想让你多看我一眼，我心里是喜欢你的，我也可以为你去死，我什么都可以。可是你从来都不给我机会，你甚至从来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。你方才说本尊白费力气，指的是什么？当年群魔大战，上一任战神将群魔驱赶回魔界，而他自己也深陷魔界之中，他和天尊二人内外合力，才将幽冥之门封闭，仅凭你一人的力量办不到的。你屡教不改，一心作恶，现在已经是死期入骨，怨念缠身，再过不久你就会同他们一样失去神魂，化作一缕怨气，这就是你的代价。我不在乎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，哪怕是化作一缕怨气，我也要一直陪着你。你走吧。
请请请啊。哎呦，普化仙君。哎呦，彭仙人，听说调来天宫任职了。是啊。哎呦，恭喜恭喜。多谢多谢，这全赖天君圣恩呐。哎，敢问仙君也是来参加天雷真君封神大典的？是啊。小仙是刚刚知道。是。哎，不过小仙有些纳闷儿，你说这战神之位，天雷真君争了这么多年都没能如愿，如今这好端端的怎么会说换人就换人了？其中有什么缘故？彭仙人，你久居下界，这天宫之事你不知情也情有可原啊。自打云峰上神仙陨之后，战神他是一蹶不振，自己独居在浮云殿中不理政事。哦，日前西海有大妖梁龙出现，挑动鲛人族内乱，要不是天雷真君率兵前往平叛，还不知道惹出什么大乱子来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老夫也不知啊。哎，快开始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仙君请。司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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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我看你能躲到哪儿去。去给我躲呀。玉丽仙子，男女有别，莫要拉拉扯扯，让十三看到是会出人命的。怕什么？十三瞎了眼睛，你以为本仙子与他一样吗？我问你，神尊真的在浮云殿？那还有假？那这几日本仙子已经去了那儿好几次了，都被挡在外头，说什么神尊正在闭关，我才不信。你说神尊是不是去山灵族找灵犀了？这小仙不知啊。哎，一定是的。哼，天君早就下令禁止神尊再去山灵族，这灵犀没良心的，既然选择了当国主，就等于放弃了神尊吗？神尊还对他念念不忘的。你现在就带我去浮云殿，若是再阻拦，我就立刻禀报天君，请天君做主开门。我倒是要看看神尊到底在不在里头。那还真是要麻烦仙子了，我也很好奇神尊在殿中做什么，还麻烦仙子快快去请天君，我在浮云殿等你。哎，你给我站住。哎，司命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快告诉我，神尊是在浮云殿还是去了山灵族？我说玉离仙子，灵犀国主。哼，你来了。司命，西海一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外面都在传是九臣闭关遗误了战机，可是真的？也是也不是。此话怎讲？自从你上次离开之后，神尊一直在浮云殿闭门不出，除了天尊之外他谁都不见。但是早在那几日之前，他就派下开阳和韩章二位进驻西海，把守住要塞之地，示意梁龙虽闹得凶，但却并未损伤根本。没过不久，天雷真君率兵进驻西海，在他们二人的配合之下，摧枯拉朽地击败了叛军。在我看来，神尊就是不想再当战神了，这才精心策划将这个破天之功交到了天雷手中。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这小仙也不知，
国主，今日早朝还是有场庭国事带你主持吗？为本君更衣。是。好多酒了，你别再喝了。走开。久了，姐姐这么难过，你也不去好好劝劝她。劝有什么用？我看对她来讲，醒着的时候才是最痛苦的，醉了也好，让她喝。喂，我真的看到他了，玉凤，玉凤，玉凤，我饿死了，记得要找个对你好的人。什么？我比你大几万岁，肯定比你先死。对了，成人姐姐带在身上了吗？嗯，我日日都带着她。放在我这儿吧。为什么？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看着的。
上心头，泪尽风上喉，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，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可求，满心无人懂，爱不知可否，忘了留恋的时候，最不能回头，扑空的双手心口，真实的血肉，多少次对镜相拥，转眼又惺忪，将如期都